鬼的内心世界跟大家分享。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。你先轻一点。多了鬼心思，半夜就怕我去敲门。有些人会怕我，因为他们是小人，但是大人跟小孩应该都要怕我呀，因为我神出鬼没，小心你马桶伸出手，这种感觉吓吓吓吓，吓得你屁滚尿流，吓吓吓吓，吓得你鼻水直流。我有很多姐妹兄弟，真知道鬼娃恰恰杀人魔那一卦算是我的远方亲戚，他们都有很多本领，脖子通常转来转去，跑的速度你用跑的都抓得到你。你要小心，别拍照会拍到鬼影，我们会出现在你家里，甚至打电话给你。夜深了，小心，小心他走。你不理他就进来房间里。夜深了，小心，小心他踪影，会不会他就出现在你房间？我死得好惨哦，就是你把我的命还我。我死得好惨哦，就是你把我的命还我。